这菜不是哪儿都做。你们要的宜宾招待所，仨人367。功夫熊猫帽子，你看。里装白肉69块钱，嘿，你看，这都是看抖音学的。不说别的，就这切白肉这刀工牛逼啊！白肉的口感很好啊，再重申一遍，您切肉这师傅这刀工牛逼，蒜味儿、辣味儿，深深的好。切个刀工，嗯。行，不是咱们。这菜这吃了一刀工啊，真不赖。老妈蹄花汤39块钱。出去了。列表都公开了。这是一张图片。为什么有老外边上偏是看这个呢？知道吗？这里边是一个整个的猪蹄啊，你就看他拿筷子一扒拉，它就碎开了，这猪蹄都烂乎。哎，再来两勺子汤。猪蹄子蘸点人给这辣椒酱啊。猪蹄子飞烂飞烂的啊，拿舌头一抿就行了。我得尝一口人家给这什么辣椒酱，这辣椒酱特别香，吃不出来。来汤啊，成果汤，汤是没有口的，你能喝出来的味道是什么？就是有一点猪肉的味儿，我觉得挺好。宜宾燃面荤干1两，18块钱。哦，贵的，现在一两是指这个面一两。肉末、芽菜、花生米，这看不见辣椒，可是它的面挺辣的啊。它里边这个料没那么咸，这个好吃。想想吃饱得三碗，差不多。周星星的斗菜鸡缸碗，回锅肉49块钱。这个回锅肉好像是过油炸的，肥肉呢里边那油完全出来了，吃的是干香，不是特别的辣。你要说我上学那会儿学回锅肉，肉煮熟了切片是煸炒的，不会有这么干，煸炒的这也挺好吃。这回锅肉真的是很下饭，很下饭啊！我的腰花56块钱啊，这腰花有点碎啊，好炸的，好。这菜下手可不轻，麻味辣味全起来，哦，腰花口感脆嫩，完全这个麻辣的味儿把这个腰花里带的那一点点那个骚味褶下去。这个川菜版的湖北腰花跟鲁菜版的彻彻底底就俩不一样的菜啊，川菜几家特点，油大味重下手狠，这就是全体演出来了，真他妈棒。沾边牛肉丝59块钱，这盘子菜你们看不着肉啊，全是辣椒丝儿，咔咔干辣椒拿剪子搅的，闻着就特别的狠。先是麻辣的味儿，一嚼牛肉味儿才起来，然后你能尝出那个咸甜的口，这菜也挺狠的，这是越嚼越香，特别特别扛嚼，下酒下饭不可以，哎，下饭差点意思，主要是下酒。哎呀，哎呦，这集不给原拍个广告，有点亏啊。你不老板，岁岁平安。没碎，就把我半碗米饭扣地上。张总监，360多块钱，人均123，每人都是一碗饭一碗面，那个燃面真的很好吃。那个蹄花汤30多块钱，很棒啊。腰花干煸牛肉丝，下手非常狠，这俩菜真好吃。你们来了啊，就这个干煸牛肉丝点一个，因为这菜不是哪儿都做。72%不就，人情冷暖世态炎凉，你们现在挽救我还来得及，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咋混呢？说你跟同事
上。